七十几块钱去当鸭子，呸，去做鸭子，不是，去吃鸭子。哎，解释不清楚啊，大家自己看吧。就是这只鸭子啊，还送了这个配菜，其他那些吃的呢，是我自己点的啊，别误会。还点了他们几个好吃的，都是在了，一个田螺炒这个黄鳝。这个蜡烛脸是我最喜欢的，烤的很有味道，很有口感，软糯香滑，很丝滑。它这个鸭肉里面把这个汁水啊都已经吸足了，非常的入味，下口之后喵，再后面的就不不不上脚脚的不用做，早知道口味再定做，先把那样子的就不会吃得晓得哦，真的刚兄弟。